什么武器最难瞄准呢？这机里有的武器瞄准很容易，有的瞄准就很难了。今天来聊聊最难瞄准的三把武器，它自带瞄准镜却很难打中人。第三难21895，这机里的21895是一把左轮手枪，它只能装一个消音器，其他任何配件都不能装，瞄准镜装不了，瞄准就很困难了。奇葩的是它的机瞄非常不好用，再加上它的子弹输速极慢，只有330米每秒，导致瞄准非常困难，一般人都不会用它。第二难，近战武器。这机中的近战武器不仅可以近距离打人，也可以投掷出去对敌人产生伤害。可近战武器投掷距离是很近的，敌人稍微一远就很难瞄准，一般只能很近的距离使用近战武器投掷，远了还不如用枪实在。第一难，十字弩。十字弩是吃鸡最难瞄准的武器没有之一，因为它的子弹出速实在是太慢了，是吃鸡倒数第一。虽然它自带了瞄准镜，但也无法显示下坠点，距离远一点很难打中人，除非你经常使用，熟悉它的弹道，否则打人就是随机事件。好啦，这期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